好，大家，今天是我们这个网咖系列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找了波火跟萱萱， yeah. 啊，然后一起去台南的网咖，啊，就没有找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慢慢吃你的西瓜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啦，各位看我的行李，对啊，很兴奋，怎样？弯的，出发，怎样？好，拜拜。为什么不揪我？我很抱歉，跟图片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有点不太妙的感觉。我是看街景，就是长这样。街景哦，街景还是长这样。我是看里面的图片，里面是真的看起来还不错，可是包厢就好像还好。包厢就还好。所以我这一次还找了专业人士哈，波火，他以前他们家开网咖的，我想说请他来评鉴一下。啊，这个外观你给几分？就是你先不要看里面，看外面的话，我自己是有点担心的。大概一分吧，这个外面。我没关系，我想好配套措施了。如果真的不好睡，然后那个太挤，我们三个人挤不下，那没关系，那边可以睡啊。这边蛮空旷的。也不爱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要以外观去评断里面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我把里面放。走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开的一间包厢，是八号房。哇，就是这样小小的，这样一个包厢，开灯开灯，开箱一下。好，那专业的，我们该先从哪个地方来评断这间网咖？我觉得其实它里面看起来还行，它椅子全部都是电竞，坐起来是舒服的那种。哦，没有，外面全部是，我就觉得就干干净净的，不没有烟味啊，真的。对，键盘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包厢没有开冷气，就算蛮刚好的。对，它冷气，每一个包厢都有冷气。萱萱，开一下，26度。OK， 我们这个包厢是我开10个小时，然后我们这样呢是800多块，三个人800多块。哦，那边有。对，三个人不是一个人800多块，三个人。哦。那我们先来看它这边显卡如何。我其实不是很懂啊，就给你们。i7-8700，然后再来是显示卡 ，NVIDIA 2080嘛，然后、差不多这样，好没了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那个是坐椅子，哎，快，拿得动吗？坐垫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有一点重哎，它可以凹起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哎、酷哎，像我们玩有没有腰会酸嘛？就是这样、啊。不会掉、哦？不会啊，舒服。那它怎么折回去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折到底，它就会弹回去了。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是吧？对，折到底，就回来了。哦。嗯、不得不说，这个真的蛮爽的。这个椅子是不是？它是木固哎，它不会。你要倒下去，你要出很大力气。姐，你可以挑战把它弄坏。那我现在评断这个网咖好不好呢？已经不是用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我也看不懂。我是用它这个暗黑式有没有下载好？各位，它已经下载好了。这个网咖就是100分了，70几G直接帮你准备好。78G，对，我在家里载14个小时才载好，这边已经帮我弄好了。可以，我这次来网咖是为了玩这个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一款游戏哦，得了，好不好？又准备了什么飞机啊？摇杆，专业手法，傻眼，来就插队，然后直接这样子玩。我想躲后面就躲后面，得啦，无线滑鼠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，对，就是自己这样子玩。好，我发现瑞哥，我觉得算是缺点吧。他饮料不是无限续杯的，如果你是很爱喝饮料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可能就比较没那么适合，因为你十个小时。对，总不可能只喝一杯，一杯有点困难。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泡面必须吃的吧？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它有什么分类，好不好？上面好像有一个可以点干面类，美丽炸酱面55，其实不贵，这个是不是都是类似那种那个泡面那种？它就是泡面啊，哦，这是饮料，饮料，然后拉面就刚才看到有简餐类，它下面有一个简餐类是什么？哦，水饺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饭类的，小二都要50块，是几颗啊？点啊，100颗吧，一斤吧，
不要瞎掰好吗？那我们就点一份维力炸酱面、水饺、牛小排饭，跟50元的小肉豆，小肉豆，跟60元的麦克鸡块，还要不要再点一点？我们来一个综合卤味，小肉豆跟鸡块，综合卤味90哎，我操！我点喽，好啊，综合卤味，啊、哦，就这样，那我们先点一下420。三个人还行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不过我这家我在偷吃啊，因为吃肉，吃小肉豆。我觉得我都在等呢、欸。谢谢已经开始偷吃了，我才慢三。哎，谢谢，你都既然偷吃了，那你就帮我们涨一下吧。好啦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这样总共点了420。好，不是，这是唯一炸酱面吗？哎、欸，还有料哎、欸。但是50块，我觉得是有点阳春啊。不过好像可是还有蛋，有贵。这是蛋吗？为什么一卷？对，它蛋好酷，一卷的，很可爱耶。17颗哎，为什么是用这个奇怪的数字？这么多给我们，阿波，你吃看看，我先吃看看。好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上次去台中吃的那水饺真的没那么好吃，还行，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嗯，然后。小肉豆很多哎。对啊。说50块是不是？50块小肉豆，我太多了。这样子。这算多，也蛮多的、啊。还有是哦，鸡块，鸡块也蛮多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8个。那小肉都黑黑的，鸡块8个肉，小肉都有点硬。综合卤味，嗯，看一下它什么料。米血豆，哦，米血豆干、海带、竹轮、5、6、6、7种。牛小排，吃看看。这个也90块。这个90吗？嗯，对，90。跟外面差不多。这个肉感觉很好吃。嗯，它肉很嫩耶，那食物就差不多都这样。嗯，这样420，应该可以吃很饱了。就接下来就等明天早餐。还有早餐？没有，早上再点。哦。早上点了，简称早餐。而且它，你刚才发现的。哎呦。它有附这个哎，很多人出门会忘记带线，然后它线很酷哦，是有3种的，有 Type 的、Type C 的、安卓的跟 iPhone 的。苹果的。超方便。嗯。像我手机拿这个。苹果的嘛，然后我 GoPro 充电就可以用这个，赞，这个很贴心。各位，这就是我捏的盗贼啊！啊，买的先行版，到现在都还没玩。萱萱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觉得这只如何？是男的女的？你要确定呢？等一下，你没看到这个吗？你没看到这个吗？她是女生啊。Nope。我跟你看，这游戏的审美观很靠北。哎，我不知道他德鲁伊这个职业竟然这么没人选呢、欸。叫我玩这个角色玩一个小时我都受不了，欸、他身体没办法调，为什么可以长这么丑啊？啊，你就是长这样呗。我长的腿跟我手一样粗，好可怕、哦！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 各位，我搞错了，他浴室不是10块钱啊，一个人50啊，也好贵哦。之前我们三个人还两个人洗完才40块而已，欸、这一张交50。买这个一份50，啊，如果灌洗衣机，啊没有，我自己有带的话，但是我也自己有带，对，那就强迫你买这个啦。啊，给各位看一下厕所，这厕所很可怕哦，我看到都不想走进去。对啊，就那个什么冰凉下，然后厕所，就是有点很公共厕所的感觉。是。好，第二，应该这个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哎、欸，浴室可以啊。浴室是干净、干洗的。其实还有梳子、刮胡刀，一次性的，然后还有浴帽，这都一次性的。吹风机、洗手乳，这个呢？我要看一下饭店哦、喔。然后干湿分离，大概是这样。对啊。里面看起来就真的很干净。洗完澡了，如果那你先说你的评价如何？赞，就是干湿分离。我刚刚还要故意用那连蒙头冲那个玻璃。嗯，那接下来水完全不会流出来。哦，你说那个下面隔的那个？哎，对。讲真的，这个、啊、算我拍是这间是第5间网咖系列，然后这是目前为止最好洗的。哦，对了，它的连蓬头水很大，很爽、哦，然后又不会打到身体会痛的那种。我之前去住那个10000多块的那间电竞网咖，那里面浴室太挤了。啊、哦，对，然后它外面就是厕所，就是整个我觉得它卫浴的那个部分空间太小，这边我就觉得很刚好，哦、很舒服。对，虽然说一个人50块了，不过我觉得。这个钱可以接受，好，50，你就当50块钱买一条毛巾这样。那我说毛巾吗？根本擦不干的。擦不干啊！擦不干。好啊，那晚安。晚安。你们不要乱来呢，这都听得到。不会。不知不觉10个小时就过了，然后我整晚没睡。
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怎么回事？我现在眼睛快脱窗了。第一次在网咖过夜吗？对。睡得如何？可以实话实讲，没关系。好像可以。啊，我发现有几个问题啊，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它冷气最多就吹到25度，没办法再下去了。然后我觉得包厢蛮热的，因为那个主机刚好在冷气上面，刚吹下来，所以我觉得是冷气如果可以再凉一点会更好。然后还有，它外面那个音乐波真的有点大声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哦，对啊，有点大声。它有些音乐是小声的，有些是蛮大声的。那我自己觉得呢，这一间跟之前比起来，电脑玩下来我觉得还蛮顺的啦。然后如果说睡觉，我觉得就跟其他间差不多，就除了 iHotel 那间比较特别之外。这一间跟其他间是同等级的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现在8点这么热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到了，找渣渣。好了，那我们先流浪吧。那找个地方打网咖。这是。You dress up on a warm night, still gives me the shivers. I will confess you to the starlight.Takes little time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